历史文化风俗生态在地文化，台湾打拼由来，大正九年打米酒皮拼灶卡，在西元1895年日本统治台湾，当时台湾的土匪中道流浪汉罗汉卡真正多。在日本统治台湾当时，总督府的民政官长叫做后藤新平，后藤新平，伊感觉统治台湾当时的台湾人啊，唔捌意见无卫生，发动一个全台湾一个月规定一天的清洁日、清洁日，由当地保证，日本保证好势啊，今嘛叫里长啦吼，警察大人。每一户家家户户严格检查，清洁日这一天啊，领导的厝内大家一定爱拍面照皮饼灶卡，啊那无，无哦，抓去拘留29天连续。在全员严格执行中间，当时的台湾人啊，乖乖乖啊，厝前隔壁砖头砖尾啊。大家若出门，小拄到头一句话就讲啊，你有拍拼无？哎，若无拍拼哦，爱掠去拘留啊！以为啊，明仔载拍拼哦，来哦，大家今仔去爱来拍拼哦，拍面照皮，拼灶卡来清洁就对啦。无拍拼，无拍拼，无拍拼，给你拘留29天连续。真正台湾人做拍拼，就是安尼来啊！讲中国国民党政府来甲台湾，所以全面推动着国语的这个活动，北京语啊，台湾吼会拍拼，变作中国北京语的奋斗，我们要奋斗啊！